哎、欸，可不可以借我度过这个月底啊？不行哎、欸，借你的话我也很难过。快月底了，我睡不好，吃不好啊。我的肌肤借你我也很难熬啊，工作交不出来会死人啊。可快月底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不然问龙哥看看。龙哥？对啊，立台龙哥。哦。立台科技您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